深野宜居呢是深圳幸福健康集团旗下的机构养老的品牌啊。那么我们位于宝安区啊，目前是295张床位啊。那现在呢也是深圳市第二家啊可以接收广东院舍计划啊香港籍长者的养老服务机构。那目前呢经过几个月的这个服务实践，我们已经接收了目前16位啊广东院舍计划的香港长者啊。目前入住的香港长者包括家属对我们评价其实还是非常高的啊。那确实相较于香港来讲，我们深圳啊内地大湾区的院舍呢就是从硬件设施服务配套各方面就会更齐全更完善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内地的服务的团队啊其实也是按照香港服务的标准来配置的，包括我们的护理人员啊社工啊还有我们的膳食啊医疗各个方面啊其实都是符合香港安老院舍的一些软性的服务标准来。大湾区融合是一个趋势啊，然后港人北上养老其实也是我们养老行业里面的一个趋势啊。而且呢就是香港呢现在是老龄化社会是非常高而且呢香港的这个服务的空间相对有限所以说其实现在大湾区是非常适合香港长者来养老的这么一个选择而且现在不光是深圳，其实广州、佛山中山都已经有相应的机构来申请到了院舍服务计划的认可机构，选择就会更多机构也会更多各种产品其实也会更丰富，供我们香港的老人选择。我哋公司咧，其实就同深野咧系第一个合作机构，就做大湾区。咁所以咧，我哋公司喺香港咧扎根咗35年啊，差唔多。咁依家啱啱好政府推行咗大湾区养老计划啦，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德政咁嘅尝试。參加咁啱咧，就係深野集團就揾咗我哋，咁我哋就嘗試同佢溝通啦，睇下佢質素啊，互相認證啊。咁我哋大家都非常欣賞大家嘅品質同埋社會嘅定位，咁所以變咗我哋嘗試下申請大灣區嘅院舍計劃啦。亦都好彩，我哋喺今年5月係第一批私人機構可以參與到呢個計劃。長者點解揀深圳宜居？第一，佢而家要睇個環境係真係靚，而空間感係十足，咁啊好似住酒店咁樣。咁第二，康養設備非常之夠，復康亦都非常之好。第三，樓下就係醫院，仲有埋牙科、中醫，係全部係一站式嘅服務。咁最緊要嘅都係近翻仔女啦，因為佢仔女都係深圳翻工，咁仔女隨時隨地都可以嚟探佢啦。都有好多住喺國內嘅香港人，佢係唔知道呢件事。咁亦都透過我哋呢個展廳，將我哋最好嘅一面展現俾各界觀眾知道。